现你又和好几个男见面。我没有啊。不要问我什么意见，你的眼神明明就是有鬼。可不是吗？我的金刚可是最后一遍，如果你还一样不知检点，赶紧拿着护理器闪一遍，离开我的视线。哦，怎么了，我的大少爷？哦，别傻妹，我不过是去喝杯咖啡。别发连篇，电话不接，还摆上臭脸。看你表现，你不要用来借题发挥。护理器那太不要脸，阴魂真正的讨厌。会吗？走在路上，不管是谁，他都一样慢跑美艳。怎样？我的金刚可是只有一边。以后再有那种话，最好憋着，也别有揍你。不要再拿分手当威胁。真这么生气啊？整天把狐狸精挂嘴边。小妖精，反省一下，是你小心眼。不是。开始嫉妒他比你更累。你怎么不上签了你？我说错话了。昨日我让你不高兴了。快点来跟你赔罪，不能总逮着我这种温厚老实的书生欺负吧。我可真没出息。喜欢吗？啊，送给你啊。你还喜欢什么灯都可以送给你，这家店我都可以送给你。